隔壁老崔大爆口。牛逼啊，这条应该不小啊。声音还不错，还蛮大的，砰，很干脆，不会小。不会小，不会小，大大大。哎呀哎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老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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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，终于给它标上来了，终于给它标上来了啊！我们大概八斤啊，啊，七八斤估计还是有，七八斤啊，七八斤，应该有啊。他是换蛙去了，来来 来, 来，看一下啊，多大？七八斤应该有了啊。啊！我咋没个去钓？咦，喊熟了，喊熟，喊熟，喊熟，这个钓喊熟，喊熟。